先前有家的刚解除妈妈的舞台，便前往美国参加音乐节的活动。而在12月2号凌晨却传出 Mini 身体不适，将缺席当天上午的活动。想不到晚上仍惊喜的登台，全力以赴的表现真的让人敬佩又心疼。而在近日又再次传出 Mini 在费城的音乐活动当中因为健康状况突然不佳而提前下台的消息。两周内连续传出的消息真的令人担忧，只希望两天后能在 KBS Scale 大足迹上看到健健康康的孩子们。如果真的身体不适也不要过度勉强，相信南威兰都是能够体谅的。Thank you.